120秒，赶快许一下，对着我们最美的印尼，这是世界地标印尼。然后待会儿会放出超过360秒的烟火，大家可以准备一下。哇哇 ，Tokyo！ 哎，真的能够今天跟大家一起跨年，真是太荣幸。真的，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左下角的手语老师一直在。帮我们各种翻译，有时候我都在想说木曜在讲话的时候他到底在比什么，他可以比得出来吗？蛮头痛的。对，现场的所有朋友以及正在收看直播，不管你在家里在被窝里还是在餐厅，各位我们要进入到最后60秒了。2021你有什么烦恼，你有什么辛苦，趁这个时候通通把它丢下吧，我们要一起大步的勇敢的迎向2022年。进入最后60秒的时间，是的，大家记得把记忆体赶快把它塞三的，赶快塞三，不然怕等一下超过360秒的烟火，你会拍不下去哦。没错，最后40秒，手机上来，各位，要跨年了，用最兴奋的心情来迎接2022。最后30秒，哇哇哇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灯开始闪了，来各位，最后的20秒，什么计数出来？哇塞，团结克服疫情，除了要谢谢自己站在自己岗位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在现场的每一个您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保护台湾的平安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360度的轮状烟火，搭配花朵缤纷的绽放，展现万物复苏，欣欣向荣。是国际舞台，绚烂美丽、绵延不绝的七彩变色烟火，象征台湾文明守序自律、多元包容、科技创新、民主自由，精彩灿烂，要耀眼国际世界。幸福美好，我们看到呢，环抱大面积的圆形，扇形的烟火的收合相当的美丽。待会儿呢，会接续以狭草的烟火，装缀爱与希望，传达我们对于世界、对人类的爱与关怀，祝福2022全世界人类幸福安好。
送到最后一个篇章，爱与希望，精彩绽放，一起迎向2022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展翅的烟火划破天际，象征希望与梦想，展翅翱翔。我们可以看到景观花束不畏烟火，大面积大维度大视角。璀璨启发，绚烂收尾，2022精彩绽放，一起迎向爱与希望，美好未来。大家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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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真的很感动哎！也再次的谢谢。我们在那边跨年真的太感激了，太感谢了，真的很感动哦！再次谢谢市长，还有夫人，谢谢师傅团队，谢谢师傅团队，谢谢副市长，谢谢谢谢市长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